我就喜欢很自然的展现出来，人家接受我，大家都很接受我现在这个样子啊。你看我上次那卡提尔来剪彩，大家都很开心啊。对，因为你突然唱出京剧来了。哦，不晓得，但焦哥也真的很老练，马上接得住那个球。那个是不是就是性之所至？对对对，以前很矜啊，很矜啊，就是我想很多人还是很矜哎，什么事情都要呈现别人看才是不矜嘞，矜的是什么都不呈现。哦，是啊，你不觉得我不矜了吗？